我是阿 Y 啊，我在香港离深圳已经十年了。在2020年开始第一次的创业，选择在福田南园路城中村开店，间餐厅名叫做 Lado。因为我觉得深圳在街边缺少了很多有活力、有城市感的餐厅。2022年7月份，我和马师傅开了第二间餐厅，叫陈伯日本料理，是一间偏现代化的日本料理餐厅。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开实体店一定是疫情的重灾区。从禁止堂食到居家隔离，跟住封控，而去到无法营业，跟住又去到解封，简直是高低起跌，过程真的很艰难，而比我们都很无奈。每当我和马师傅在餐厅里面，看着每一位同事都坚守岗位，餐厅里面的每一块的地砖、每一个区域、每一份餐具，都是我们亲自不断挑选，菜品的研发的经历，很多次的推翻，然后又再去确认和肯定的食材。菜品承载了我们很多回忆和使命感。香港深圳一海之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都选择来到深圳工作与生活了。我们的朋友阿伟不仅自己开了台电车，还推荐了好搭档马师傅也入一台，看来他们在这边接触电车的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就是和马师傅一起去看车的好日子，一大早我就来到了陈爸餐厅跟他们会合。等下路上呢，我们也来聊聊他们在新能源的选择上会不会给出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呢？跟马师傅，对，马师傅，马师傅在后面哦，在这里哦。对啊，今天我们主要是带马师傅一起去看一下，对啊，开心新款的爱安的Y 是吧？对啊，那我们现在这辆是 V 嘛，是你一直在开的，对啊。哎，为什么会选择买一辆新能源呢？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很方便，还有没有那么大的油漆的味道。因为我本人不抽烟，所以我觉得买一台电动车会比较很干净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洁癖的，干净会比较好一点。那还有没有别的让你觉得比较心动的点？心动就是以前吧，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动漫片，看动漫。对啊，看动漫片里面有一套高智能方程式啊。然后那个动漫片比较很智能，好像我们会聊天啊，他会带我去哪里啊，我不用记住那个道路，然后他跟我说左拐就左拐，右拐就右拐，就很方便啊。我觉得哇这个点很有趣啊。男人就是爱玩车嘛，还有那么智能性会比较不够科技，很高的科技，高科技，对的，没错。所以今天带阿里去买了 Y， 给我这一台还有新款的。因为在后面好舒服哦，喂，个笼都几深哦，空间咁好大，哇，空间这么大，对，给你看一下它的，哇，是不是很好？这边有条丝，丝丫头，超级满意。马师傅的眼睛都在放光，放光了，放光了，17万哦 ，baby， 那已经可以，就是说可以控制了，哦，关枪，好的。sorry， 马师傅，上你的爱车，上车上车上。你好 ，baby。啥事？啥事？空调大一点，温度已调高，大风一点。我们用手好不好？我觉得，咱不要为难他了。怎么样？驾乘感怎么样，马师傅？打唔打？我喜意高啲啊，这个座位呢个高啲，睇得清楚啲。我喂呢部咧好揸过嗰部，嗰部阔啲啊。我谂如果你拍位咧，呢部好拍啲。呢部细少少啊。因为我哋啲初学啊嘛，所以部系唔错。唔错呢部。
360度全方位观看您的爱车。你睇下馬師傅，愛不釋手啊！淨係而家係，佢而家想攞部車走嘅。十七万在香港买、啊、买得到什么车吗？买什么车？不，肯定不是新车了。新不是新车，不是新车啊！买唔到，嗰价钱真系绝对买唔到。你而家讲十七万是新的喎，香港的话，二手的话都有十几万。呢啲咁高配嘅十几万唔得，香港。冇三十万都唔得。还有电车在香港里面都很贵，内地就很便宜。哦，电车在香港很贵，而且在香港也没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没有啊，只有以我认知啊，只有特斯拉。特斯拉。对，特斯拉、okay、没有别的。深圳就很多对对、啊、香港都多，香港全部都是特斯拉。张学友。大台车，就是在爱安买。喜提新车，恭喜恭喜！哇！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啊、你确认一下你购买的一个车型以及配置。安威，乐享版，颜色是白色，价格这是我们一个成交价。嗯、定金的话，等会我们去财务那里交3000块钱就可以了。啊、你如果是确认没问题的话，这边买方签个名，签一下你名字就可以了。买车了，恭喜啊，马龙！恭喜恭喜啦！叮咚！十三万八，银行卡不够。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万国好多店这个节目没有带厂家那个充值，那是因为万国城真的很多电车车主，纯粹的一个分享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万国好车店，共同期待更多国产新品牌还有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这个听酒茶几的类型就比较带果香味一点，甜度一点。哦，陈伯咧，其实系一个设计师，俾一个陈我哋嘅，俾一个字。咁个八嘅寓意，中国里边咧，八系一个好意头一个数字。咁啊，又寓意咧，八咧，我哋系一个无限，咁啊可以开到唔同类型嘅餐厅未来，就咁样。祝时间。我一直都保持乐观噶。2022年咁难挨嘅一年，我哋都挨得过去。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我只会知一个字，掂啊！马师傅 ，hello， 来了，来了，来一般令人流泪，望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而家深圳开始慢慢开放啦，我有信心我哋餐厅会越做越成功，越做越出色。但系最开心嘅系可以好轻轻松松咁样过关，见我屋企人，依样系我最期待，亦都好挂住佢哋。